作为高雄食妇，我真的是第一次来渔港吃海鲜。哇，真的很满足哎。那个，我们待客加工是多少钱？看影片之前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找得到我哦。如果喜欢莎莎的影片呢，不要忘了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。前一段时间，听有人说台湾人吃不起海鲜，我就纳闷了，台湾渔港的海鲜好吃又不贵，怎么会吃不起呢？应该是来搞笑的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莎莎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到了阿寮渔港，这是我第二次过来，第一次呢是前不久的中秋节，我们来这边买海鲜烤肉。然后那天人爆炸多，我记得我那次穿了一双拖鞋，鞋子都被挤掉了，真的现场一片混乱，溅了我一腿的水，拖鞋都被挤掉了。这次有学乖，我穿了运动鞋。那我们这一次过来呢，主要是因为上周Hydra他去台中给别人上了3天的课，那我在家带娃辛苦了，所以他过来请我吃海鲜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上了3天课辛苦了，不是应该是你请我吃吗？老公，你要想哦，就是虽然是你请我吃海鲜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跟我一起吃啊，你也有沾光啊。哦，怎么听起来这么有道理啊？有没有？是谁教你这么会讲话的？Hydra 最近跟巨匠电脑合作了一堂课程，如果是想要变成像我这样从最开始不敢面对镜头到现在侃侃而谈，一定要去听一下这一堂课。好啦，话不多说，那我要去渔港去选食材了。上一次过来的时候有看到很多美味的海鲜，就是说这边也可以待客料理，我们等一下买了海鲜之后呢，就去旁边的餐厅请他们帮我们料理，期待一下吧。好不好？那你有想过你要吃什么？我想吃的可多了，比如说螃蟹啊、虾子啊，还有那个生鱼片。我记得你也想吃生鱼片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超想吃。那你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想吃什么？我想吃肉燥饭。这里有肉燥饭吗？搞笑。哎，你看一下这些，就是现在是算是下午的快2点钟了。对。现在就有些摊贩还没有出来。不是，他表定是1点开啊。对啊，所以应该也还好吧，可能真的大家会买，应该也是接近下午了。对，你看这里有新鲜的鱼餐。螃蟹之乡。我都要哎。这个螃蟹哪一种比较好吃啊？有黄的，有高的那种。这个，这是沙沟是吗？有人叫我沙沟。今天终于看到沙公真面目了。980块，是不是很便宜？啊、早20块。对，早20。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哎，我觉得。很便宜啊。嗨。啊，我在哪里？买完了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价格我是不懂。但是我觉得买卖起来的感觉很好。是吗？他不会逼你啊。那肯定。就他不会，他不会给你压力，就说。就说什么啊，我这里是最便宜啊，什么你不买啊，你不菜啊，就公 A 啊，这样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。对，就是我不喜欢人家这样对我，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会给你很多建议，然后说哎你想要吃什么，哎你觉得这个搭什么会比较好吃，这样。我对海鲜其实一窍不通。哦，反正我也不太懂。对，然后他也在跳呢，我觉得哪个漂亮就买哪个。我们买的都是很鲜活的，是还在游泳。那我们现在去找一个待客料理。跳，是谁在跳？螃蟹跟虾子还在跳。我想要料理一下，这样真的。还有别的料理方法吗？你如果是活的，真的是比较原味，比较新鲜。那你如果下去要炒、要炸都可以。那我就用蒸的就好。蒸的就好了。然后这个鹅啊，用炸
的。好。然后这个虾，虾应该是用炒的，泰国虾。炒也可以炒。我想要炒的。炒。嗯。要炒那个酱油辣椒的吗？有炒那种九层塔的吗？有。我要那个九层塔的，谢谢。不知道这样待客料理的费用是多少？老板说吃完再算。超扯的，我们俩刚刚买完哦，我总感觉空空的，少了点什么。结果在那边就待客料理那边那个餐厅的时候，才发现原来我们忘记买生鱼片了。对啊，怎么可以不吃呢？我们现在去买生鱼片。你好，这样一盒是多少钱？这个150，旗鱼、鲑鱼、尾鱼。哦。带回家会包冰块，你要现吃就不用冰了。我就在那边吃，那就不用冰块了。那我要一盒这个吧，谢谢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鲱鱼卵。啊、哦，鲱鱼卵。啊、哦，好，那要喝这个的。噔噔噔，我们刚刚选的虾，活蹦乱跳的，现在已经变成盘中餐了。然后这个生鱼片是真的很便宜啊，嗯、对不对？150这么多，18片。18片。对啊。这是我们在店里面这个待客餐厅里面买的水莲，这个是炸鲜蚵，哇，真的很好吃哎！是我最想吃的。你最想吃的。对。然后还少了一个螃蟹，螃蟹还在蒸，需要点时间，我们先吃吧。好，开始吧。吃一个生鱼片。你一定要试一试。我刚才已经偷吃一片了，我帮你试试看有没有毒啊？有毒吗？没有毒。没有毒，没有毒。肉质好嫩，味道鲜甜，怎么样？一口接一口，停不下来，很鲜。对啊，就是分量多又便宜，就已经很没天理了。分量多便宜还好吃，对不对？家人家怎么做生意？所以大家来吃海鲜，对不对？要来鹅阿寮，这个很厉害。跟鹅阿寮打广告？没有，是帮高雄打广告。作为高雄食妇，我竟然是第一次来渔港吃海鲜。没有，上次太赶，对，上次人很多。哦，来了来了，谢谢。我们的大螃蟹来了。泰国虾烤起来比较好吃，炒的我还是第一次吃。虾子好吃，好吃就是难剥了点。老公，你不帮我剥吗？我等一下帮你剥，可以吗？正在吃，太饿了。太好吃了。这颗好肥哦。特别肥。你吃下去它那个很丰富啊。一份壳80块，贵吗？其实 我老实说，我真的没概念。我也没有概念。你们觉得贵吗？就是那一小袋壳。纯肉80块，我们在这边待客料理的话不知道多少钱，等下我们吃了才知道这样的费用是多少钱。对。那我们还买了一份炒水莲。还是会有点热了，这边只有风扇没有冷气。我们要来吃螃蟹，他都会把这些钳子什么都敲碎。哇哦，碎到有点让我不知所措了。一瞬间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我觉得它太碎了。啊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好黄，哇，满满的耶。嗯，好烫，掉了一点。那个老板没有骗我，确实是有很多黄的。好好吃哦。我原本是想用来炒的。对。但是老板说服了我。活的螃蟹原汁原味的更好吃吧。嗯。他给了你专业的建议。老公，你知道为什么叫着叫着你就有沙公这个名字？不知道。就是网友给你取的呀。
是啊、哦、因为我是沙沙，你就变成沙公。哎，太搞笑了。那有时候我说我老公沙公，然后大家就说沙公很好吃哎、欸。哇，那个一瞬间，美味到来，怎么有点像波士顿派啊？真的很满足哎，慢出来的感觉，想这一口想很久了，真的哦、嗯、就说如果开课顺利就来吃海鲜庆祝，然后如果开课不顺利就把家里那两瓶红酒打开喝一喝。我忘记了哦，只想好好吃螃蟹。这个这叫什么蟹肉棒是吗？就是新鲜的海鲜，它是鲜甜鲜甜的，对，鲜甜，跟那种冷冻的完全不一样，就是会有差，嗯、所以你一吃就知道。嗯。好像吃生鱼片一样，吃的差不多了。哦，真的。还好我只买了两只螃蟹，不然我真的吃不完，好饱，很扎实哦。嗯，我的米饭都一点都没吃，你把米饭吃完了？吃完了，很下饭、啊。我觉得嗨着就是来吃饭的，我是来吃海鲜的。我一开始跟你说我想吃肉燥饭，没有骗你。泰国虾还挺大的呢，你看这一只。是啊，跟我的手掌差不多。对，这是不是混进来的啊？混了一只，不，这是泰国虾的虾，好好笑、哦。泰国虾长这样，它跳进来了吧？它长这样，这只肯定很多黄，很多黄。真的、哦？就是这种虾哦，它有硬的黄，也有软的黄，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老公，你知道吗？我老公肯定不知道。我怎么会知道？哇，都是黄。其实它这黄这里有一个黑的，我觉得这个黑的是肯定不能吃的。你看我的脸都红红的，这个太阳晒得我的腿好热啊。泰国虾我没有吃完，你看打包，然后螃蟹把它扫光光，这个也关盘，这个菜等一下我吃一下。哒，吃完了，哇，真的好饱。我老公是来吃饭的，他吃了两碗饭。我们，真的好饱啊！我们吃饱了，打算把这个虾打包，还剩一点虾子。请问一下有没有那个打包盒啊？打包盒。嗯，一个就好，谢谢，谢谢你，打包回家吃。天哪，我们感觉像没吃一样。这怎么还那么多？对啊，一斤泰国虾真的好多啊！你看，打包了还有一盒这么多，就好像刚买的一样。460，好，谢谢。那个我们代客加工是多少钱？看量的，有的煎八十八，哦，酱虾是120，哦，炸的也120，哦，其他的120。是，啊、哦，了解，好，谢谢哦。100元起跳，100元起跳了，哎。因为安检嘛，是。嗯，所以它不收银。哎，了解。好了，我们吃完了。我们这样吃一吃的这个代客加工费是，啊、嗯，是多少？哎，我这样算一算是320。320。就是有很多人呢说我们俩经常两个人出来吃好料，你们觉得价格如何？就是我们要去买那个。还名气还不错的蛋糕给他吃，对，带回去，走吧。然后买完就去接他，这样对，刚刚好。他要放学。你好，要一份起司加年华小份。啊，起司里面的黑点那是黑胡椒哦。黑胡椒。对。那小孩子吃会辣吗？还好，其实没有。哦，好。装饰的概念。谢谢。谢谢。
我们这样一共吃了大概是，买海鲜买食材花了，980加150的生鱼片是1130，再加460的待客料理，一共是1950，吃了也快2000块嘞。1590吧。哦，1590，对，1590。那你杀价的意思吗？你还是觉得自己吃快2000啊？我算错了，那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。然后你们觉得这样贵吗？我觉得还可以。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对，主要食材很新鲜，很新鲜，就是吃到嘴里是那种甜甜的感觉。对。因为我跟我老公都是吃海鲜的小白，对，这是我第一次在高雄的渔港吃海鲜。我们以前都是买回去回家料理，然后也不是我料理，就不知道。那欢迎大家就是有什么更有趣的吃海鲜的方法啊，还有就是更好吃的海鲜，在留言区推荐给我们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回家喽。我是大陆鸟台湾西亚丽莎，如果喜欢我的频道呢，记得点击右下角订阅我，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 IG 和脸书。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